古早八分五马宫，就是伫迄张墙啊下骹，即卖要咱看到伊的遗迹。啊，这当时呢，这间五马宫有四个钟头，做伙公家拜，啊，当时闹热嘛拢做伙。西江乡原来就是伫1784年，五马宫有一个村民，因为当时无布幔，咱们家叫青梅蛇，水乌白流，所以伊落溪底做事的时候，下面厝的东边遐有一个叫做18丈钱立湖啊，在迄个所在，伊去捡到一只，看到一只王船，一只船，顶面写大天顺寿，所以这村民甲捡回来了，村民的人为个怪奇讲，哦，啊，这大天顺寿是王爷，吼、哦，啊无，咱就来甲奉祀王爷，吼、哦，奉祀伫遮，迄个王船，拄啊甲奉祀伫啊，迄个当时也未有。做王船的时代，但是大天顺寿在这，所以庄头决意讲，咱来绕境吼，来随境四方，和咱的神明和千岁爷呢吼，大天顺寿来扫平四方，和咱大家会当拢会当平安顺遂吼。所以迄阵啊，决定13庄。那么一开始挂香一直真顺遂，对13庄开始增加到我西江街过24庄，增加到36庄的时候。到1823年，大水冲刷去，因为迄阵啊，詹文溪不是街道，伊无布幔是日本人做的，所以冲倒了后呢，伊才有一个蛤蟆崇拜，是乾隆皇帝所赐的。所有文官来到这，一定要落轿；武将到这，一定要蛤蟆。所以迄、那个蛤蟆崇拜留伊做大水，总是残垣阴气，哦啊人拢会失散去，所以。五马宫迄阵无啊多人去挂香，所以因只庄头迄阵啊西港已经有分香啊，拿36庄头，吼、哦，大家会议讲无由庆安宫来接班。其他嘅工程较无同款，吼、哦，咱这四时嘅吼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咱一处咧也非常感谢了咱下埔人。对古早挂香开始吼、哦，这所谓规个流程就是安那，爱有两届落庙。第一届落庙，就是因为古早西港的挂香，伫庆安宫的时阵，大家拢唔是做有钱，吼、哦，庙府拢唔是做有钱，庆安宫嘛唔是做有钱，所以迄阵啊，第一届落庙叫做落汤银，吼、哦，落汤银，就是各参加的庙府庄头，请恁提钱先来借庆安宫，庆安宫举办借殿了后的收入较来显明，这叫落汤银，吼、哦。第一届就是决定讲要挂无，要挂香无，买哦来落汤银，大家等于准备。第二届挂落庙，就是决定讲来咱要哪进行哦，啊该注意的事项哦，啊该恁有啥物要求，经常讲爱做的哦，大家伫只讨论煞哦。所以落庙就是讲96传统联席会议，所有的分乡的庙宇拢来。大家有意见，拢直接讲。庆安宫有啥物计划，有啥物要安怎进行，拢爱予大家了解。年迄正月初九落庙了后，开始决定要挂香。庆安宫来负责出去找签，就是爱去找签啊，请王尊师出去看。哦，阮先去找有够笑准的，王尊师尿回来割菜。庆安宫挂香，就是12地支的抽神秘术，这四个香。那么，这个王船宝签龙骨的笑准嘛有无同？就是迄个抽科，就是九笑六，吼、哦；新科九笑六笑六寸四，吼、哦；啊来米科九笑六寸八，术科九笑七寸二，签的笑准四科拢总无同。啊，那么到九笑七寸二话，我爱一直带，袂，因为到抽科，你爱去倒转来九笑六，就是一个笑准，就是下一颗香，迄三位王爷古早传落来，就是安尼。作者拢是去木材行买一支木材，叫人采茶的尔。但是庆安宫自古以来就是一直传统，而且敢那一种会用一榕树青啊，一定爱青啊。我向南海埔金主公殿的金王公西北向右的吼，请竖金杯。小杯。再竖金杯。石
带进军官。交拜。带进将官。交拜。将官人人带进军官。将客建第五处的驾驶校科，于本月十六日啊，经玉溪大天巡秀，圣杯钦定，由本新城台北乡市指挥，为驾驶校科王存保障之用。全境新民，当下千岁爷新荫眷顾，为积富强。本新城巍峨挺拔，举凡无声。在职坚固，是乃咱保唱保唱上等之选。如今节日良时，特来各彩表示庆贺感谢之意。永备宝礼，孝达咱永主公福德正神，传承土地，孕育山川国土，守护亲情之功，令这家神节日迎来出财坐庆。奉王存新建所用，金鼎塑像，中华民国112年岁数贵宝，4月19日敬亭。咱要做王船，当然就是迄个龙棍嘛吼，就是迄支枪介重要吼。迄支枪当然就是咱赶乡党的进前，进前党吼去找枪吼，啊伫咱陈水爷生日吼来定枪，定看讲要伫倒一个吼砖头去出这支枪吼。来，当机待决，鞭炮。真侪砖头拢足希望许陈水啊选到的呢。哦，你看按咱开播了开始，哦，要去出签的时阵，哦，迄高背庙宇拢出桥来烧天啊。所以即几科开始吼，对，因会感觉讲，予陈水啊来选到讲即支签伫银砖，也感觉银砖要兴隆啊。哦，啊，透过找王尊签，哦，就开始予咱。同意思嘛是讲通知咱九十六村乡讲，哎呀，咱后一科要搁开始挂香啊吼，啊，好只会开始搁热络起来安尼。定签嘛吼，定了，差不多就是咧8月15中秋节的前后，咱会去到迄个砖头吼，把这支签厝倒来，厝倒来了，咱就看一个日吼，差不多出签的过两工啦吼，就会来开播，啊，这支签来开播吼，开播。因为厝顶也是一支青阿鸡的形嘛吼，咱来改写做一个签形，啊签形当然还有一个开播的仪式，吼啊开播了，啊互伊搭十月，吼十月的时阵，咱会去请签去王尊地，吼这签来开工。王船妈祖将新兵新将立下本境，各道彩船建造以及乡科相关事务，佛旗请官爷亲临献血，必由乡科各项筹备工作推行覆盖，
多十六村乡文武艺人人员招募顺利，缘分纪律森严。唱歌也从关公跟王祖妈祖以及咱众神兵神将来立驾庆安宫，来力请连印三个小杯。小杯一声，请唱歌也再印金杯。小白枪，请唱歌也再印金杯。小白，好，咱今仔非常的这个顺利啦吼，咱大家是不是咱一起来鼓掌吼，来表示咱欢喜。签签回来，来安签吼，开始来制作吼，制作的这個中间，当然师傅会看这窗口面啊做，梁柱面啊做吼，搁有这个经中围、经围、后围，拢共这個时间来做好吼，做好有一段时间吼，就是要来安灵脉，安灵脉的意思就是讲要来甲王存开工啦吼，意思就是讲有那差不多做要好啊吼。安入脉安好，到到要挂香的进程，就是进水出河。进水出河什么意思？进水出河是讲我这台船做好啊，我来落水走看卖的，我出这个船厂落水来走看卖的，走看会舒适呗，水平有稳无吼？所以进水徛旁出河，拢是同一个时间吼，让船来走看卖，顺舒。咱就搁啊进厂吼，窗啊搁徛伫这个所在吼，准备出厂小可啊吼，代表讲安尼好，做船这其实全部拢完成啊。这段期间吼，咱的阵头嘛已经拢正热络咧训练啊，透过这各种的仪式，互咱九十六村乡的村民去开始来联络吼，互咧开始规个搁活络起来啦吼。过年了啦，就开始训练。即卖吼，因为即三科来，即个顶头作业，所以因拢会开始提早招募人才。我小厂也不够人，会开始练。那么因拢要练以前，一定爱先举办一个入关的仪式，爱先入关的请上工爷，请师吼，请因的师祖吼，请因的算讲，你像文丁来讲嘛是爱请因的。因的祖师爷吼，你像天主文星就请郑元和吼，南关吼，因就爱请迄落明武龙君，这拢有因的祖师爷爱请落来。你像因八分就爱搭上钢料吼，就是电刀万岁里啊，就是开始练，练了，然后农历的二月底，一般拢挂路头的上钢店第一阵，十分稳啊，要参加土城乡，所以伊必须爱先开馆吼，正常拢爱先开馆，他会出门。开馆了，去探馆。未开馆以前，即卖即几科有发展一种，就是讲先来恁遐练，咱有交陪，我来恁遐练，来恁遐表演，一般话讲探馆无唔对，尾啊，参加师傅讲话讲，你未开馆，讲探馆较无道理，所以去变成啥？你入馆了后，到开馆这段时间，出去外围表演，叫做异地训练，去外口训练，安尼就会当。你又还未开馆的，先说也还未验收的，你未使去乌白探馆去，就是这个理由。因在开馆了就出巡啦，出巡就交背景啥，因会使讲就是在顶头先走，唔免对桥，只有最后一日要入庙一定要对做位，剩呢顶头拢会先走，
去顶头袂当换班，桥班会当换班。顶头你若对桥无人通住啦，等来四五点，你明仔载要怎住？哦，所以出乡了后，顶头等伊哦，完成任务，就准备看一个好日下关。所以较早西港的传统就是安尼，为什么台湾第一乡有足大的特色，就是因为西港的顶头连来入关、开关、出乡、下关了后，无咧用请。就无啊，人就失散啊，等伊食老咯，三年后再回来，佫开始租店，吼、哦，为因的砖头打拼，这是足大足大的特色，吼、哦。到开馆完了，吼、哦，就是正式，吼、哦，要来开始挂香啊，吼、哦，挂香，咱就看日，吼、哦，来请王，吼、哦，请王来请陈水爷嘛，吼、哦，那么请陈水爷进京工，吼、哦，咱的夜工、八米刀、甲胖车刃，吼、哦，就来到咱庆安宫驾平，因的方式较无同啊，吼、哦，因为文武殿叫做开馆，但是夜工、八米刀、甲胖车刃叫做驾平，吼、哦。一方面，这意思就是讲，我甲夜工饼啊夹好啊，哦，甲八米豆的饼啊夹好，我来庆安宫，互陈水爷看讲，哎，我的饼拢夹好啊，哦，我人啊要对陈水爷你出巡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也看咱的夜工吼，八米豆甲胖车人吼，粉丝会足多啦，吼、哦，你也看，因若要来夹饼吼，迄拢人山人海的。这叫金银压钢钉，这是自古早就是有的一种，伫叫迄阵银溪底，迄阵也未有布幡，哦，布幡是日本人做的，叫做二角钢万安宫，哦，古早压钢钉，因三十六种的时阵就加入西江庙，压钢钉就是因做的，袂使无，因为青这压钢钉当时西江的压钢钉就是讲为着要抵一只青梅蛇。咱们家这只青梅蛇要甲剁掉咧，唔茫互作乱吼，减减轻迄个伤害，所以才有这个压钢钉。以万安宫为主，做压钢钉，对三十六个囡仔，三十六十开始，哦，一直到尾啊，增加到六十、六十六、七十，即科开始七十二，伊个位，足侪人你也看包围，拢讲坐一位或者坐一位或者，庆安宫这压钢钉的位是四席的。恁的阿祖传落，恁的阿公，恁阿公传落哩，就爱这位是恁家的，就是由恁家做主，要给恁的外孙坐，要给恁的内孙坐，要给恁的迄落外外孙，要给恁的什么亲戚坐，你做主。客簿啊，公文啊，会笔足真严，古早无共，你注意看，伊逐天就爱来王府领令、领旨，爱领啥？咱的夜工点头前，参一般无共。一定要有一个千岁爷的王陵，要有一座二八星宿，二八宿，吼、哦，二八宿这二八星君，二十八个星君，这是武器，吼、哦，这是要调动天神落来。所以咱的必须是一定升神格，就是一定要有千岁爷陵，要有二八宿，万一出代志，千岁爷会当动用二八星宿星君，吼、哦，天兵天将落来处理。这是足大个办法。来驾平驾了，吼、哦，咱要请王的迄个部，吼、哦，参加请王的顶头，吼、哦，西顶备好，吼、哦，因就拢会来过油，吼、哦、啊。主油包括着咱庆安宫所有吼、哦，有要用到的所在，拢爱净油啊吼。净、哦、油就是透过净油这个方式吼、哦，来清净这个空间。吼、哦，伊人讲主油会当浊灰嘛吼、哦，就是甲歹的物件甲赶走吼。所以陈水爷要来到咱庆安宫，所以咱爱用净清净的这个空间吼、哦，来侍奉陈水爷，陈水爷大吼、
啊来了，咱就去王尊地吼，请王吼跋杯吼，先说已经降临嘛，咱就转来吼这个王府吼，先说也就转来王府，从王府内底就开始吼王府迎仪。大神乡科的这个乡照哦，啊，这也是咱36村乡大家所有的信众啊共同的期待哦，希望咱千岁爷会当来这个巡游哦，到因的这个祝应哦，啊，为因带来平安啊，甲因祝福哦，啊，这都是拢咱过去共同的这个记忆啦哦，啊，所以这也是咱西港故乡为什么会当成为咱这个固定的民宿哦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正大的原因，就是讲咱36村乡大家拢非常的这个团结哦，啊，以外，啊，这个咱的文武顶头，会使讲也是咱独步咱全台湾哦，啊，所以会当有这个，哦，咱这个中央政府会当肯定哦，爱咱得到这个美名哦，啊，所以咱嘛爱秉持着这个原则哦，啊，继续把咱这个西港的乡歌。优良的传统，而且个挂香，而且文化吼，啊，继续留咱后一代。较早咱是讲先去请妈祖，较等下请王啦吼，啊，但是啊，咱即刻开始有哪做一个改变，就是请王了，较南顺，啊，佮请妈祖较挂香吼，所以咱伫即个驾驶科吼，伫2024即档吼，嘛是咱挂香诶第一，算讲咱伫高马宫第一届挂香嘛是驾驶年啦吼，啊，佮等。定第四届轮转来驾神吼，咱庙里有甲做一个改变吼，就是讲南顺的嘛，互咱当年的千岁爷去顺吼，啊，请妈祖也是咱当年的千岁爷出来请咧吼，所以这意思拢加做无同款。
去到王尊地较徛房起来，较进行迄个仪式了，升化王尊千岁啊，要等于交子嘛，所以啊，伊就游天河上金界吼、哦，去到向上帝交子，安尼完成伊一个月任务。古早的祖先传啊，就是讲哦，迄、那个位呐，倒一个方向，迄、那个方向未来的三冬拢较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这是传说，啊，不过一定是较早的时代应该是有安尼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会较平安啊，做水灾，阮这个方向拢较无得，吼、哦，因为较早只水灾足平原的，哦，拄只咱讲的遐征兆拢是因为这水灾较灭征的，所以哦，真可惜就是，所以有可能啦，因为较早真正有这个传说，啊，即摆咱嘛是宁可信其有啦，哦，所以比如若倒你阮兜这边来，咱就较怕平的。哦，凡是三冬后，你也赚足侪钱啊！啊，你若唔拍拼，倒去倒就无后啦。挂香呢，伊不只讲吼是一个挂香的仪式尔吼，伊当然嘛是讲来中间代表的意思，就是予咱即九十六串香透过挂香吼来表达着讲大家互相交陪、互相关怀的即个情谊啊吼。